我就这么告诉你，别人玩武器，你玩阿卡丽，你就是个傻子，啊，你就是半身不遂，你都能打过。我拿阿卡丽，谁也不好使。虽然我不会玩，谁要敢玩武器，我也能打死他，随便打。我并不是说你半身不遂，我只是举个例子，明白没？我就是说，就即使那个人他根本压根儿他都不会玩，他也能打过，特别好打。但是电焊工可不行。蓝波一级，咱学个啥？外圈刮 A，哎呀，这就闪，兄弟，这个闪我没有料到啊！不会我死了吧？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这我能死？哎呀，我没想到。这怎么我被他给砸死了呢？我操！学 W 不是少 A 他一下吗？你想一想，我 A 加 W。是 A 两下的吧？我 A 一拉回来 A 一下，可以再 A 一下，我可以多 A 一下，而且我学艺有护甲穿透，兄弟，就是我没料到这被塔砸死，确实是没料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现在要开始猥琐起来了，我估计。没有关系，弱手打蓝博还是很好打的，好舔！外圈光，哎呦我操！他怎么还有闪现啊？完了，小光头，我们俩够呛了。没关系，落手打蓝博还是很好打的。会有前期这种劣势局的情况出现的，也比较正常，不过不用担心。弱手打蓝博好打到什么程度？一会儿你们就能明白。即使他2-0，我们0-20，他也打不过我们。这就是英雄扛特。别着急，下波40秒要他命。现在注意点啊，他现在是五级，收了几个兵，升六，距离还有升六，应该还有2/3，三波兵应该直接能升到六，不要说是五级打六级就可以。外圈光。A 接 W 平 A 拉回来，这有点难受了啊！走位，外圈刮走位，有点疼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虚区有点高啊，这来点魔抗的。没关系，落手打蓝波还是很好打的，等波六级吧，等波六级啊。
好像打不过，你知道为什么打不过吗？因为我没有一直跟他打，我们是耗一波再耗一波，耗一波再耗一波，这是不行的，只能跟他打一波，明白吗？喂？啊？哎？哎？好嘞，哎，行，好。好，哎，好，好嘞，哎，等个六级啊！现在就别着急了，死三波了，我们杀他一波就杀回来，别着急啊！现在就卧薪尝胆儿，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不打，哎，不打溜了，你随便你搞，我不打，还亮个牌气气他。这波他有闪现，来让他走，直接疾跑开起来，平 A 外圈刮 ，A 接 W， 平 A 拉回来 ，A 接一个 P， 哎，等的就是这波机会。杀他一波就杀回来，看着没？直接就变七级了，一波瞎荡600块钱。他是三杠一，我杀他一波，他拿了三个人头，没有用，走位，拉回来，走位，没有技能了，回家。他是三个人头，我们杀他一波是600块钱，他有900块钱，而且我们的等级也跟他一样了，哎，这就行了。这把我决定来这个，他没带点盐，秒不了我们就行。先来个水银之靴，再整一个妇孺之斧，我决定出个这个，挺进破坏者，再杀一次就翻了。再杀一次怎么杀？等两分钟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等我们有疾跑，他有闪现也没用。我们两个技能，他一个技能。好，卡住兵线，别动。小心点黄子，这波不打啊，这波不打，看看黄子在哪儿。黄子不出现我们不打，如果我们打了死了那白杀了，上一波就白杀，知道吧，不打了。黄子出现了，好，可以尝试一下了，给他一种我们很怕他的感觉。让他退线吧。守一下中塔。想补车那不行。等30秒也行，其实等30秒再杀他，让他退线啊，等个20秒，控一波，
来进草出草进草出草进草出草空半线，下一波他装备应该会比我好一点，不过也没事，我有疾跑了，哎，把他杀了，杀完以后我们就可以随便打了，杀他两波就可以随便打了。让他放扣上来，挺猥琐呀！来 ，W 外圈减速，平 A， 拉回来 A 一下，再 A，W 外圈刮一个 A 一个 P， 我叫闪。我刚才血怒都断了。稍微有点危险，刚才你知道吗？还好把他杀了。是他几层塔皮？哎，这就翻了。我们已经挺进破坏者了，差两百块钱。小收一波兵，外加一层塔皮，应该够了。回家，下一波就随便打了，因为我们的装备已经比他好了，那就随便打，即使没有血怒，也依然可以干他。这玩意儿我记得好像战争刚刚开始。哎，要他一波死了。挺进拉回来 A 接 W 外圈刮平 A， 别急啊，我们有血怒，他有大招，问题不大。好闪，等拉，别着急，挺进减速了，拉回来 A 接 W。 你以为你在这跟我要圈你就能不死了，小伙子，那跟我二人转，你就是瓮中之鳖，小伙子。赶紧把一塔拆掉。W 外圈空闪，拉回来外圈刮挺进破，有点疼啊这，哎，不拉他好了，我直接跑好了，我直接跑他追不上我的。说实话，这黄子儿的一瞬间我就应该闪现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反应没反应过来。下件装备蟹手，我决定来个蟹手。被瞎当了。对面两条龙，这黄人打人稍微有点疼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家有阿木木。过来，别怕，疾跑一开挺进，W拉回来外圈刮，
其实刚才这波能杀俩，黄子马上要上刚才这波，但我又怕那个永恩收完兵跑，我想想算了，杀他一个得了。哎，这个玩意儿能不能穿墙啊？不能是吧？那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墙穿到这个墙。那刚才开机宝还是还是挺好的。我们一个打俩应该没啥太大问题，我觉得要他一波挺近拉回来 A 接 W 接。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，腰带。黄子儿，其实我失误了，我没 A 着黄子儿，我 A 着黄子儿三成流血 ，A 接 W 挺近一个 P， 应该他死了。哎呀，这俩人贴太近 ，A 错人了，你知道吧？菜，这就是菜，操作没操作好。他应该是去打峡谷去了，他去打峡谷了，峡谷打掉了应该。没操作好，我失误了。呀，大招收线，杀戮收波兵。还是装备不够好，不够用。走，这波往东路走一波。上啊，直接大。挺进破坏者拉回来 W 外圈 Q 一个 P 随便打吧，走呗，外圈刮，给我一顿干呐！辅助的虚区还是蛮高的啊。不打了，回家了。先把黄子杀了啊。把血手除了，回家。没得控制啊，兄弟！哎呀，这波不瞪好了哈！哎呀，我还把他们给瞪过来了，我操！来个板甲。基地没了，快守下基地呀、啊！我们确实是应该等阿木木大招有了就打的，你知道吗？应该等阿木木的大。不等阿木木大招，我们家团战不好打。
还可以啊，木木。挺近，哎呀，这人什么意思啊？我以为他能走呢，他怎么不走啊？犯病了是吧？把中路推了。我感觉到这把我可能要五杀。人呢？一个劈，打不走，外圈刮平 A， 平 A 拉回来。算了，不打了。这老些技能，给我滋了他。我真的感觉我要五杀了，小龙来一波，兄弟们！等一下，阿木木有大，我们这波五杀有望，真的。像这种情况啊，不要硬冲，蹬回来 W 外圈刮平 A， 再 A， 再 A。挺进破坏者 W 收一个外圈刮 A 一下，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怎么一个人头都没有？哎，你出的是什么装备？能瞪着不？瞪不着算了。外圈刮挺进破坏者走位，有舔吗？舔不到就算了。把我蟹手给我打出来了，1300差300，去把下路塔拔了。这女警怎么回事？哎，操他妈的，还爆鸡儿了！人人都是收集者呀，点一枪就999，根本不给残血逃生。没关系，下波再说吧。其实有点，说实话，刚才有点勉强了，尽量别这么勉强，你知道吧？别这么勉强，有点太勉强了。刚才杀那女警得等蓝波回家，右边应该有眼儿，我估计，知道吗？这个疾跑教的不好，就我们团战要是能有疾跑啊，有。我操，怕龙打了！还漂亮，兄弟们，加油，兄弟们！他们没技能了，大龙给打了，你怎么？把下路塔拔了。哎呦我的妈呀 ！AAW 外圈刮 A 拉回来，平 A 挺进 W。啥玩意儿了啊！这是，搞点魔抗，出一个自然之力。
辅助打不过兄弟，那兰博是交的传送杀我的，那是俩人，这怎么能是辅助打不过呢？而且人家在塔下的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讲了啊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，我明白了。你不就是想说两句吗？没关系。哎呦我天！打伤害吧，阿木木来了，应该可以打赢。那阿木木不冲的话，我们让人先集火，属实是太难受了，真的。这给我打的呀，没我啥事儿。我操，你自己瞅着打了多少血给我，我没我啥事儿。那可不没我啥事儿吗？那给我一顿干还可还能有我事儿？那我就出了怪了，就奇了个怪了就。那阿木木打完满血，我们要想拿人头，就得阿木木先舔进去杀人，这才能行，你知道吧？来了，你干哈呢？我打你来个腿儿，你还敢回来？来来来来，我看你回不回来，小伙子，你是真能跑啊！我发现呐，啊，你是真能跑啊！给我追女警来，我看谁能跑得过我来，我看谁能跑得过我，我看谁能跑得过我，跑！跟我赛跑，跑！还跟我赛跑？说实话，这挺进破坏者是真垃圾，我觉得还是得三项。这叠血怒太慢了，0.9攻速。你们那真是跟你们玩真是累，换一个，不出这个了，换三项，受不了这气，兄弟们。换三项，攻速太慢，真的攻速太慢了，那根本那就没办法叠血怒，你知道吗？三项没移速，人都追不到，怎么没移速？这移速430呢，平 A 还加移速，你们能不能杀点这阿木木？你老杀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杀点 ADC 了什么的，哇，这没一个什么走位可以啊！他们打不动阿木木，确实是打不动。有个兄弟说：“哎呀，什么虚弱你玩什么？你看见这英雄没？你瞅见这英雄没？”这个英雄啊，
除非你们前期特别有优势，要不然这玩意儿呢特别狠。我这把真是没玩够，兄弟们能不能再让我玩一会儿，能不能再让我玩一会儿。我要再来把落手棋我都不下了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从哪里跌倒。